黄金时段准时出发，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，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，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，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。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。五粮液时事直通车，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。资讯繁杂，精华需要时间来沉淀，在昨天与今天的交汇处，清晰中览大事，照亮全新视野。凤凰子夜快车，每天晚上12点，凤凰卫视资讯台。香港与内地1月8日开始首阶段通关，海陆空7个口岸恢复运作，阔别已久的畅通生活逐步回归，将为香港和内地带来怎样的积极影响？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。乌克兰国会日前庆祝纳粹合作者班德拉的诞辰，引起西方多国谴责。乌克兰为何多次出现纳粹化行为？而纳粹主义又是否真的深植乌克兰土地？时事亮亮点，星期一晚上凤凰卫视中央台。梅子林格堂，生态保育，人与自然和谐共荣。保育方面呢，其实一个即系一个共融嘅嘢，保留加孕育。兩者都要並存，保留翻嗰件事嘅一啲精神或者價值，而育係有一個發展或者去順應個時代嘅變遷去進化。香港新視點，星期日晚上8:30，鳳凰衛視資訊台。上的大数据，我们知道现在中国很多的城市都已经度过了第一波新冠感染的高峰。那我自己和我身边的很多同事现在已经是从阳转阴了，但是我们最近却发现，无论是互联网上、社交圈。